现在呢，我们来到我们的新风场啊。这个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啊，以前那个风场准备要分封了，所以说我们就把一部分的蜜蜂搬到一个新的地方。那么我们把蜜蜂搬到一个新的地方，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呢？啊，它会出现怎么样的情况呢？啊，首先，如果我们搬到新蜂场的第一天呢，有可能它会有很多蜜蜂啊飞到这个蜂箱门口啊，有可能会有的飞到纱窗里面啊，有的可能会飞到纱窗后面，也有可能它会啊孵出来，这些都是正常的，因为啊这种情况呢，就是它刚刚来到新的地方，它对一切环境都不熟悉啊，这就是它啊认巢的情那个现象啊。我们搬到新蜂场的这几天呢，只要是把这个门口给打开，它正常了，不起蜂团了，就可以啊。我们注意，你放好了那个位置之后呢，就啊不要移动了，以免它啊认巢失败，这样子啊。反正这个大家可能以后啊实践过了，操作过了。这样子呢，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才会有更深的认知啊。我只是跟大家说一下，像我们搬到新蜂场，它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啊。像啊，不出巢门口的，或者说是啊，有一大团蜂围着那个蜂箱飞的，这些都是正常的，都啊不必要担心的。只要我们观察啊，第二天、第三天，我们观察它有花粉回去正常生产那样子是没有问题的。关于搬到新蜂场我们要怎么样去做的视频呢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说的话，或者有什么要补充的话，或者是有什么好建议的话呢，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给我评论。今天的视频呢就录到这里了，谢谢各位的观看。